安徽寒山，老乡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们家里吃农家饭，品尝地道农家味儿。这个土鸡马上就会成为我们的盘中餐了。土鸡，今天吃土鸡，吃黏胡子。这是原生态的地方啊，看这个鸡肠子一丢进去，这鱼来吃了。这腊肉是从哪里搞的？江西哪里来的？土锅土灶的土菜开始辣，浓醇的秸秆呢，土鸡下锅了呀。酱油，你们不要放芝麻，不要放。放少了，酱油就不好吃。今天我们这个本地兄弟叫我们到他家来吃，啊好，是正宗。农家灶啊，烧出来的特别香。这个是炒什么？炒辣椒是吧？今天有口福了，红辣椒烧鳝鱼。美味啊。好，土鸡出锅了。这是正宗的菜籽油啊，香味浓郁啊，老远就闻得到。这个烧鱼绝配。锅巴饭呢，大锅饭，那个馋香啊！陈主任，赶紧大锅饭。快好，来一个，腊肉就好了，腊肉好了，哇，大锅饭，大锅饭香。中午搞点这个啊，鲜肉啊，真的腊肉，腊肉，腊肉，腊肉。嗯，然后这里面还有，那锅什么呀？这锅给你们看什么？开锅，闪亮登场！哇，南瓜，南瓜，这是粗粮。丰熟，丰熟南瓜，哇、今天这整的丰盛呐、哟，农村大席开始啊！再远点是吧？左右两个都，农村大席开始了。老板辛苦啦！我这边，这是把酒临风啊！他在说你别说。哎呀，我就光就你干啥去？不光就你都找不着了。特地找人来陪我们，我要陪你们喝酒。这是红烧肉，就是土猪肉啊，这是黑猪肉。瓦里那烧菜好吃。他家的韭菜，这韭菜你看，都自己家种，瘦。土菜。对，要不然你腊肉，你干。这两年哪有这个卤好的呀？有，现在有。现在有了。现在有就是卤好。一桌子的美味佳肴啊！早上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我要开吃了。农家土锅巴香啊！土锅巴蘸鱼汤，哎，大家这个蘸着什么鱼汤吃啊，别有一番滋味。面朝田园，把酒临风啊，吃农家菜，话乡里情。我们准备那就是干嘛？我给你挑，我一个在挑的肥。这种吃，我给他准备几十把的。